头发真的很绿，谢谢土豆，你就是个大傻，巧克力兔子就看你是个大傻。现在我在我自己房间，然后小鹿那边也在直播，要的吧，但是我现在不敢出去躲宿。谢谢巧克力派的球星。是吗？我这两天我还好，我今天还吃了汉堡。对啊，最近不太敢出门了。就是我们附近挺近的一个商场，它也封了。谢谢一堂的十个兄弟奶茶，谢谢小霸王兄弟奶茶，谢谢亲吻的玫瑰花，谢谢七杯三分糖，谢谢奶奇的夜蝶，谢谢你的夜蝶。我现在除了中心就哪也不去了。嗨，最好别对，就怕出去就被隔离。谢谢金口杯秋天奶茶。对，就是有点无聊了。逛逛中心，中心大逃杀。谢谢很酷酷蓝天的滚不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屋现在有两个在直播的。哎，我这边插一个耳机，你就可以大声一点。我让那个麦。你要耳机吗？在我这吗？我没事，我这里插一个就行。应该可以，这个麦只能收进出的声音。现在有用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用。等一下。现在有用吗？应该。Hello。差不多了。OK。Very good。看一下这个，应该是可以吧？就是很早，可以。可以把麦的声音再调小一点，再调小一点。Hello， Hi。OK， 那就这样。OK， 我好了，我调好了哟。那些电视剧里什么就哎你小子怎么样，就是听起来很狂很拽，所以说他们叫什么小子，我觉得就很好。对，很小子，就是一听就是很小子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就是那些小子叫小子的都很狂。 OK 吗？需不需要再调一下？这个有点霸道了。这个耳机质量确实。
就是我也会抨击他，他又会杀人，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别有关系好，因为最后我们俩肯定都互相伤害。上次狼人杀就是，狼人杀我休息一下，我干的是个大事，因为狼人杀那会儿我就是在说进行库尔格的小朋友，当时就是第一个要查好自己是坏人还是好人，然后刚刚就一直在躺着，我就感觉我的头顶，对，就是我搜了一下，它是其实没有任何酒精，但是我自己有点上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那个味道很让人上头，就是我很麻，我的头顶很那种感觉。对，是心理。Thank you.
声音，我洗澡因为听不到嘛，我就会放得很大，然后我这样才听到，然后就是把我的歌单正好他们播的时候刚好在循环他的歌，对，然后听到听到，然后他说哇姐，然后对，因为他最近不是又出新歌了吗？今天啊，而且哎呀，我们还没拍练习室呢，那会儿说是想拍个练习室，然后一直也没拍。对，哥特，他那天那个衣服我觉得也很好看，这个戒指怎么取不下来？好听呀、啊，当然，真的纯纯是因为好听。那会儿他们可能以为我在祈福，就那会儿看口袋，看口袋你们以为我在祈福，但没有，他真的只是随到那边。真的是我歌单里面有这首歌，随机随到。需要那啥，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写词太幼稚，就是我写词有点那种想到啥就说啥的那种，有点太白话了，就是很没有人家的那种谢谢木婉婉的秋天奶茶，就是很没有那种怎么说呢，就是需要靠猜的那种。我的歌词人家不会猜，就是能知道意思，但是有一些歌词猜，我觉得猜有一些意思。一起亲吻的桃花，哎，对，谜语人，我觉得谜语人歌词，我觉得我应该谢谢西多卡很多。就希望我之后可以当个谜语人。我这次的你们也不要抱太大期待啊，因为我这次也是很早写的，可能也是那种很明显就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也不是很谜语的，嗯，你们就也别抱太大期望。谢谢单身美少女的三个最美场，还没去录音呢，我这两天不敢出门，再坐坐吧，因为我让他加一些小提琴，然后还没加好，是吗？我觉得我有天赋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我以后有天赋的时候，我记下来，把我的谜语话都当歌词。其实我之前试过，就是把白话写出来，然后想一些那种，但是我就觉得太绕了。谢谢你，牛奶，我推荐奶茶。到时间了吗？谢谢。我的耳机是带，等一下。我的备忘录真的记不。Hello， 我的耳机好像是带闹钟的，刚刚它滋了一下，然后我一抬头8:30，因为我刚刚调了一下这个声卡，就是可以收声小一点，嗯，听到字面的意思，应该也听。然后你们那边应该就现在应该是可以听到的。因为就是昨天我是连了一下 iPad 嘛，我现在也连一下吧。倒也不用连，我还没有琢磨出来，今天没有时间，就是那个 iPad 怎么放伴奏，那个声音怎么控制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谢谢刚刚的3%宝、12%宝、小龟宝、迷春宝，还有这个 CCYY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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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。谢谢。我去拿一下iPad， 就是
在外面放伴奏。这样，等一下，稍微等我一分钟。
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会了。你们听一下现在的这个伴奏的声音，但是我会了，是不是很合适了？好的东西就是要等待。高估自己了，我以为我很聪明，我一分钟就可以找到，但实际上我用了五分钟。ごめんね。然后我为什么要调这个呢？因为我很想用这个 iPad 放伴奏，想今天直播的一个内容呢是学一首歌。嗯，学什么歌呢？我的网易音乐应该是登了我的账号吧？因为他那首歌是要买的。我真的很喜欢差不多的这个名字。啊 ，iPad 的网有点不好。给你们看，我今天都已经把我的美瞳取掉了，因为我那会儿。下午的时候突然发现左眼很不舒服，然后我直接用手把它取下来，发现我戴反了。不会了吧？我一直是蓝头发。还好我的视力还不错。我现在调了混响，应该没有那么混了啊。无可用网络。不要这样对我，不要这样对我呀。下次染个蓝紫色，这样就不会褪成绿色，它就会褪成稍微很亮的灯，这样就可以打。哦，有了，今天想学一下这首歌曲，因为我有点真香。谢谢四亿宝的奶茶，先听一下。听一遍。这首歌的节奏还蛮复杂的。我要把这个麦往旁边移一点，不然我看不到歌词。我的笔记本收起来。这首歌居然有人没听过吗？这么明显的声音。但是我再跟一次吧，因为上一次更新我就跟了两次了，就是一直是这样。是小居前辈的新歌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，放到这里，从开头开始一句一句的来。然后，如果想学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一起唱唱。虽然我不一定标准啊，但这个一定，这个伴奏一定是哦，不伴奏，这个原版音乐肯定是标准的，可以一起学一下。好，白又看不见，假装。谢谢你的皇冠。
蹭蹭，再听一下节奏，慢腾腾，慢字要放慢。拖延完。就这么来记啊，慢吞吞，总有借口拖延晚餐。我怎么可能会能直接请教？没有那个机会。想让时间停顿。我这裤子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穿的平底鞋，然后呢，我这个裤腿就有点长。可以吗？刚刚，因为我们那个，可以吗？那个，不行不行，我这个是直播，不是我自己私下在学，我肯定要直播的效果为主。可以吗？现在能听到吗？我刚刚没有放你，就可能只能一小会儿看。我现在才放。所以我现在对我这个直播开就是为了，因为一会儿我顾不上你们，开一下，想想，我开这个。可。现在也没有吗？我一会儿冲一下。谢谢烤鸭的花儿。那我哎，我自己的声音，我的声音呢？你们怎么回事？怎么都玩小子这个梗？我们都是小子。啊！谢谢 YYDS 的花，谢谢烤鸭的花，谢谢超级面包。哎，现在是不是有了？啊！怎么 SX？ 谢谢哪里有糖吃的，我这不是骂人吗？嗯？那我一开始也没弄对啊。哪个小子说？哎，你这个小子，那对面是要过来打你的吧？好吧，你们这群小子，我就像一个大人，你们是一堆小子。所以小子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说明书呢？我的说明书，我不是想，他是要把我逼疯了。我们那边叫谁的闺女，可能就是女，就是说，哎，这是谁家那女的？对，是这样的，我就是女的。我的说明书，我爸的女的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谢谢花花。就是谁家那小子？啊，那是这是麦的说明书，这是声卡的说明书。中文。小子，啊，这个是那谁家那边的女的，对，我是这样的，我真的是女子，对，我真的是女子，就真的是这样讲，所以，我老家是内蒙的，闺女也说，但是女子也说，闺女也说，对，是这样说。但是那个女的千万不要跟她说。无能。
谢谢小王爱宝的奶茶，不是谁家，现在不是谁家，谢谢谢谢谢谢小王爱宝的奶茶。不呀，我其实是骑驴上学的，因为有钱人家的他们才有马。谢谢 TYC 是个大神，就是有钱人家，人家才有牛，才有马，才有羊，然后我们穷苦人家就是骑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不记一点，就是骑骡子，你知道吧？骡子就是马跟驴的孩子，就是骡子。然后可能我们家也骑过骡子，然后因为骡子真的很便宜，所以说我可能会骑，偶尔骑骡子上去，偶尔骑驴子上去，反正骡子驴子我都是骑过的。然后因为这两种畜生，对吧，他们算都算牲畜，对，不是畜生啊，有点像骂人，就是这两种牲口这两种就是交通工具吧，都是比较便宜的，所以说我不需要考任何的证书，我不需要考任何的证书。卖车的地方就 4S 店，你知道吧？你们就一定要去 4S 店去跟人家说有没有。骑不起，对。然后赚到就是买那个我们。我。在完全不知道干什么。你们谢谢十二宝的叶姐，今晚相遇这里，可是人为的伴奏呀，没声音，悄悄的伴奏都悄悄地，除了两位谁都听不清。内蒙不骑马上学会跟，对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们是不骑马上学，然后我是骑骡子骑驴上学，我是真的场合粉的那块，我特别自卑，我就是非常自卑。我们都听不清，一个音都听不清。我该去怎么说明？人呢，都没有意义。长大了之后呢，我就发现，人不可因为自己有马，还是有骡子，还是有驴而觉得自卑。你自己要给你自己。只有让每一个人能听见的声音，对，而贬低你自己，就好像轻敌的一滴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所以说，大家没有人在意的，大家一定要有泪滴。一些
的状态，你们知道我手残的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想点的那个版本，我没听过他的这个版本，但还是浅试一下吧。好，那现在我再调一下这个声音，声音 OK， 现在应该差不多。那个什么调音台搞一搞啊，调音台搞一搞。这个看一下这个声音 ，Hello，Hello。噔噔噔，哆来咪。这个确实是真的，就是因为我爸爸。就这样吧。然后呢，我妈妈他们那边就是 OK， 好。一半回族，一半汉族这样。嗯，还是得口袋四八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点了这么多首。What？ 我点的不是指纹吗？谢谢我也在保留这么多音符。我不会啊，陷入盲区了呀。谢谢巧克力。像同一件衣，失望啊，软软失望。我在说什么？脑子不清楚。好吧，可能确实是没有指纹的版权。
我现在唯一唱到的指纹就是那这个，收一点声音。